咧，咁啊，陳明生就同我講完電話，咁佢就知道我今日就做你嘅嘉賓，咁所以佢就託我咧，就一定要送呢一個泛氣攻心嘅換票證。本身咧就係賀歲片啊嘛，咁而家就係中秋節上嘅，都係啦，咁所以咧就買張係啦，可以隨時去睇嘅，中秋節嘅時候。講完啦，講完啦，仲要係換票證添。因為我哋同事拿上嚟的時候，我看到哇，我第一次在紅館收利是，我以為你嚟做嘉賓，其實應該我封利是，跟住你封翻封老婆俾我。因為本身呢個咧係過年的時候送俾人嘅，因為是今年嘅疫情嘅原因。好，咁大家記得去支持發氣中心啦。唔係我㗎，陳永生叫㗎，陳永生。你真係咁。我怕聲，我怕聲。好，咁啊，我將以下呢個舞台交俾你同大家唱。Thank you， 多謝。多謝曬，即時喺交俾 Stephy， 謝謝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好耐好耐冇喺香港嘅舞台同大家唱歌。其實我真係好多謝軒仔今次俾呢一個阿軒。軒公係咪啊？而家軒公俾呢個機會我邀請我嚟做嘉賓。喺呢近呢幾年，我都係比較專注拍戲啦。咁就有少少放低咗歌唱嘅事業啦。咁但係好多謝佢今次嚟邀請我激發起我唱歌嘅呢一個嘅慾望。咁令我記得翻起，我唔淨止係香港演員，我都仲係一個香港歌手。咁我今晚揀咗呢首歌，都諗咗好耐，究竟我應該唱咩歌俾大家聽？好大噶啦，因為已經準備咗噶啦。應該你哋都會中意，同埋應該都會帶俾你哋有翻咁上一年紀嗰啲咧，都應該有啲回憶。的爱已教门外说的
谢谢。